泰国成为世界之首的是，泰国是全世界分手率还是出轨率最高的国家？出轨率吧，因为他们的诱惑太多了，他们的对他们的夜生活那个夜场真的是五花八门，所以应该很容易，而且他们的那个性观念是比较开放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出轨，对，难怪你要去泰国独旅嘞，没有啦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